错。我还在帮他们打上价位，我都为了你开角龙了，现在要离开我们。谢谢你的角龙，再见。A 龙呢？这个接力不错。哇！所以你相信那个夏威大熊彩虹被秒的事情了吧？我相信，超痛。就不屈吃鬼人药那些有的没的，知道吗？这话。奈斯就是连贴图都不放啊，他直接贴这个了死了。我留住他了，快！啊！地上的素材要怎样弄得那么明显？要去宰那个莫德。要去摘墨者，有一个一柱擎天的墨者，对，也有好看图示的、啊，可是我就是懒得再弄了，有那种很像霓虹，都要抛弃我们了，还要打吗？然后你说他不需要我们了，好吧？对啊，那你要打什么？你的？我现在已经打完萤火了，那就差一般的，我叫一下一般的那个嘎啦嘎啦，我就忘记嘎啦嘎啦的名字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明波啦，真叫嘎啦嘎啦！我昨天才发现，原来他的脸很丑。他就是眼睛小啊，发现太晚。他的嘴巴很大。这是宰莫德的战馆恩王，之前都没有直视他过。亏你还是给他吃雪茄、啊。你是靠脸最近的玩家哎、欸。我对呀、啊，嘎啦嘎啦是六子。我的荒地满了。啊！好了，左边走了，节操可以进来了。节操回来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感觉回来了，还是我刚刚听错芭拉的声音，还是苹果的声音？啊，芭拉不是江江吗？哦，是我。可以进来了。他这么爱吃。可是我是吃苹果。假巴啦！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伤心。祝你吃巴啦，吃断你的牙齿，不会吃苹果。靠背啊！祝你等下打角龙，我比你年轻耶。我在你这个年纪之前，牙齿就断掉了呢。好废。我牙就珐琅质比较脆弱啊。我已经换了哦，四颗假牙。你换了四颗都门牙吗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我是门牙断掉了。我今天很持续的刷牙。流转迷你，流转迷你我有，我们上次打到啦。那是斩龙吧？你不是说贴到地板贴很近？我怎么记得流转我们打过？我看一下。没差，流转我有了，不差，没差，没差，那别打，那别打，最好别给我打哦。对啊，刘长，我们上次打过啊，刷金狮子的那个任务的时候啊，我没印象哎、欸，就大连去狩猎啊，金狮刘长加雷尔的那个啊，我真的没印象哎、欸，哇，老了，痴呆症的前兆，我现在只记得温柔蚊子跟海豚，所以这个比较重要，至少有一个是给过钱的，至少要记一下，玩攻打看看好了。打、啊、都帮你吹那个了，加攻击力的了。得得得得得！我真的要做一把全属性无效的。我其实还需要更多的萤火烧鸟、飞雷跟风。你为什么那么缺啊？所有需要撑属性的都要啊，所以我还有五把属性的双刀要做。要摸头摸头啊！摸
梦的，梦多快一点，梦要多点水，梦多还要顾，梦多还要顾，梦多梦多，干什么？没最近打开包装都是手汗，太我开不了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老了啦，完蛋了，完了，年纪真的到了。中间有争夺地盘的，好白痴哦、喔，是这个特别难开的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我连用暴力破解它都好难开哦、喔，还是我真的老了？应该是老了，就是开洋芋片那种，我一定是从中间这样扯开，要让它完美的撑开。我在干嘛啦？我不会把它撕开那种。那是什么？算实话的跑过来，哭啊！对，上次啊，任务还有，不怕不怕。我不知道上次任务有没有打完。还那个还有啊，那个还在啊。知道啊。Hello， 你好。等解说了就开打吧。嗯，我到了。没有啊，我看 WiFi 你还没到。哦，到了，好吧，吹了。这样。看我，过来。救我！救我！我撞他了。没关系，还有一次。因为打这只，我就可以不用吹状态五下，除非被晕啊。还是吹一下了，状态五下突然觉得好重要，怕被晕。对，这只比较需要仔细一点。等下可以帮我打那个地站。啊，大声一点。站了这一集，好啊。有啊，我等下要打、啊，我只是先缺一般的。我很缺。你是要克吸血哦、喔？站的我都缺啊。你是要克制吸血？要。哦，好。打、啊，那我开啊。对啊，这次起码也陪我打个一局两局吧，不然打最近真太应该够了。一八一八。麦克滚啊啦！尾巴给我摸一下啦！不就一个小杂毛？我那时候是听干爹上唱乱唱唱出来。好呀！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杰克讲的。那不打不不打不不就一个小杂毛？啊，说你们都不是这样唱的吗？我说谁会这样唱？我来。一下，两下。哎，龙掉下来的，哦，痛哎，跟虫子一样。一定的啊。难怪我还要去消死。可能是版本。石头真的好重要，摔板石头什么垃圾啊！领声一下，我再调东西。我都忘了以前石头是拿来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石头是拿来引怪来的啊！我只喜欢尖锐石跟尖锐石跟可兰石而已啊。我是喜欢尖锐石跟粘着石啊。粘着石是这一版才知道多么好。上一版就知道了，哎，发现的太晚，相见恨晚。真的是相见恨晚。我因为想说，看，才丢两颗而已，不够玩。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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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要给我多少钱？没事，怎么没事？一直补你，没事。是你跟我说你要花不完。嗯。我也想输出啊。是啊，交给我，我会代替。不行，如果躲远远的输出，都会被人家讲。人家现在狩猎敌都是输出，你躲在旁边打。你知道我去爬狩猎敌装备的文章啊，然后去看到那些有些人装备就跟我差不多嘛，我就说哦，好吧，那大家可能都一样。啊，后来就人家看到一个什么，狩猎敌达人心得推荐什么啊，各位的，没有点进去看。然后他是说奶敌什么之类的。而且一大堆人在那边留言说，狩猎敌在这一版是很强的，你在那边躲在旁边补，就开始在狂嘴。我说哦，好吧，我还是进去打一点摸一点好了。奶敌又不一定有虚不成。对啊，奶敌也是看队友需不需要啊。被撞了。呵，没石头，啊有石头去拔。我在找石头。这里啊。我没看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在哪里？我怎么又在尾巴啦？你上去，我帮你吃香菇。我的。来了，可以了。还我来，我你。啊，这里吧。你看了。然后就他有贴出推荐配装嘛，然后名就是广域化啊、吃菇啊、快吃啊，有的没的啊。他说，笛子伤害超高哎、欸，我靠，那个配装笛子伤害是可以多高啊？那后来就有正义达人贴出国外敌神的心得，然后人家配装是，攻击期看破弱点特效一大堆，就那些什么 nice 的事情、啊。我明明在外面，可是我被听到了。可是我在下面却没有被听到。哈哈。我想说会被后退，就我一点事都。嗯，奈力，哎，奈力都没有扣。有没有嫩的图啊？找一下好了，想追你。贴图。嗯，啊，我还是改这个好了，这个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跟这个轮流用。这个也蛮北气的啊！我现在很喜欢这个。我知道江江是很喜欢这个啦。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走喽。啊，完蛋！怎么了？没插到。我在吹什么东西？按错了。乖乖，让我插上去。他有没有客制化是让武器变轻啊？烦死了。武器变轻啊！有没有这样笛子挥起来就跟甩棍一样？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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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吹笛子速度变快了。好，我要给烟做啦。撞了！得得得靠墙吧，没事，靠墙。那个 HDD。
我也在靠墙啊。你晒的、啊。跟墙不一样吗？我那边也是墙啊，你不能否定它是墙啊。我怎么知道你们要靠右边的墙还是左边的墙？怎么了？没石头。太好吃，我来不及。嗯，我总是被打下来的，发生事情？哇，你被轻轻冲下来的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可是他的脸又软。啊，没有重置到，还是有重置过。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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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一只哎、欸，没有吧？你看错了吧？我看到黄眼啊，而且他快死了。好，刚刚，哎、欸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怕闪，不怕闪。有战地记者来了，他又准备闪下来了。感谢战地记者。很坏耶，我喜欢。你静说，感觉让他回去睡撞一撞比较快。对啊，他下来了，懒得没什么好处。可以撞墙了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就是要回家。黄云伟安，这么晚还在直播？哎呦，我这么晚直播已经快三个月了，明白吧？巨大矿哦！我现在在做的是赚钱，我现在在做晚班，所以我等下十二点就下班了。我假装自己在公司，有没有？公司很好。今天也是超时工作哎。没有啊，还好吧。哇，你中午也是开了很久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就早晚班嘛。好吧，也是啦。好像重武器就只剩下几个，没有需要石头哎、欸。长枪完全不需要石头。我吓到，躺到一半马上爬起来。哦，对哦，这不是力战哦。一般的啊，完了去打力战的啊。没有啊，不是你不太缺吗？慢慢打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再打就好。反正现在目前做完了，只是先喜欢备份起来。哦，好，那我去抓一下大白金鱼。鸟在干嘛、啊？我还没带到回归球，我的天！白痴哦、喔，原来这也是你哦、喔！哎呀，悠，我有印象，哎、欸，你也太少来了吧？就你上次来那一次，我有印象而已，之后就没来了。卖甘蔗还好啦。肝还好吧，其实肝休息时间是11点到1点啊。
其实大家都在爆肝啊。哇，我的巨大矿脉五个收集完毕了。我没有去拔，我收集了五个巨大矿脉了。它会累积哦。会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说会累积吗？我就说你不去。我以为你会累积的意思是它会留在那边，它不会消失。哦，会留在那边啊。我不知道它是会叠加。叠加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没去挖而已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刚刚一次拿五个？没有，我说累积了五张地图。哦，五张地图，我问你是挖一个拿五个？哦，哇，太爽了吧！那干嘛去挖？对啊，我想说是可以叠加，那也太好了吧。我觉得这设计不错，做 mod 可以考虑出。出什么叠加？叠加不？没办法，初次工作到现在都还没休息，哇！你也很辛苦呢。哦，普通的雷二龙，那就进去一起布区哦。好，你要普通雷二龙？对啊。有啊，四周一大堆，捡到一大堆。出发，三号营地哦。好。换个不屈的装，就是接任务。晚上时间基本上都直接睡了啊，平常开台时间我都在杰克那边滚浪混哦浪。哎、欸，那个浪滚跟混也太像了吧，字太小了。那边浪，浪没办法啊，我你就可以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在杰克那边呐、啊，啊七点或是十点之后可以来我这边玩。哦，这 mod 太猛了吧！突然看到毛吉的 ID 了，好棒哦！毛吉的 ID， 毛吉还有 ID 名字啊？哦，我以为是另外的，还有东西。因为之前因为字太多看不太到啊，现在就是有些关键字去扫一下就看到。你们等一下听到下雨声跟我讲一下哦、喔，有听到吗？你们就暴雨了，会很大声。我该不该关麦啊？天哪、啊！我发现 OBS 已经闪好大了、喔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这边听还行。可是我听不到你们声音耶，好恐怖。已经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声音太大了，雨声太大了。杰超三号营地哦。好，我在三号陪。好，我在这啊。我打。哦，好好。那谁要用？那我来了。我有了。搞什么？没办法，我更怕是台风天。台风天我就真的，我的麦可能要用几层丝袜把它包起来，或拿袜子把它包起来。这样就最好还有声音吗？嗯。怎么了？有人在空中攻击包子。谁那么坏啊？然后那次写这么多，来得多。哈真的这么悲戚？还是下次我们穿一个统一的制服？姚一曼的头啊，鸡的头啊，猪的头啊，猫的头啊，可以啊，列个单子出来啊，完了。话说教
不是教教主，你这边怎么抖内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抖内过我给我星星过的，教一下。就那个星星点了，就选择你要的钱就购买就好了。哦。你昨天在说的时候，我就有研究了一下那个星星。我还是吃，我这没什么好吃的耶，就吃这个了。这个还有贡献，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。有触摸，他们昨天是说什么？手机点一点有个图案吧，点开之后就可以了。手机我还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看手机。那个明波好少，七只而已哎、欸。对啊，明波九只，我明波也才六只。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啊，白痴，不知道吃这个。好了。只看得到自己留言，其他人的聊天画面看不到。你是说其他人打字吗？这个是存在很久的问题了，已经回报过了，感谢。这是星星吗？现在是。哦，感谢支持。你有诱导魔物了吗？诱了啦。我在看人家，我在看我干爹，你不要吵。看起来没有。感谢杰云。对话快没有显示。波大进。哎呦。哦呦，你们给他一点机会，催我很怕，我怎么又？哦、很怕我又不出来。我明波没有大进哎、欸，所以啦。你一定没大进的啊。干嘛啦？因为我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有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靠腰。哦。我大赢了，我大赢啊！来，你大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吧？来来来，赢多少？一起讲啊！等一下，一起讲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开，我还没开。啊，小数点就不要了、啊。好啦，那念小数点就好了，要不要？啊，八七。八七，对啊。那一样好了。在上面了，来。那是低能，你们先打，我在下面吹。哎、欸，你在上面有吹不到哎、欸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把它摁下来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装下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有毛吉靠腰，毛吉跑了。我刚就说我毛吉呀、啊。你没有讲是上面还是下面、啊？你没问啊。对了，我是没问啊，对不起。不用怕，是生物博士，等一下就出来了啦。这是订阅，不是抖内。对啊，这是订阅啊！你怎么不是点星星啊？星星不是抖内吗？星星是订阅吧？哦，有很多金额的，那个是星星，就是类似超级留言，你可以打字留言什么的。可是他的星星，我不知道他一百，他二哎，人家说二十五星。靠药啊！我也没抓到毛鸡啊！跑掉了，我气，我生气。对这个，你给太多了啦！哎、欸，我想说你要测试抖个25。哎、欸，问一下、喔，1000多少元啊？1000几台币啊？你打给我看，我打一下魔物。来软点喽。对啊，星星是抖内啊。还有哪里翅膀？我要你的翅膀。好啦，手也可以啊。超操作，
你还是你的面啦、啊。你现在看你的画面有没有像钢铁人啊？麻痹睡眠七成，晕眩龙风力。要问谁啊？问啊，靠腰你没开吼。我就说我除了刷大小金以外，我不会开啊。怎么那么任性？给我开！这样我们才能有同看到同一个世界，你们很浪漫。还好。这样你才能看到我跟奈斯所看到的世界。这个可以交给你们看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人家佐助也是为了报仇，他哥哥对他讲了一句话：等你拥有跟我的眼睛，再来找我吧。所以我没有去找你们。哎，那你来这边干嘛？你来这边干嘛？我是来找这只龙的。我跟他聊天一下。那聊完了没？还没啊。我可以把你踢掉哎。哎，干嘛这样？你不是找我聊天呐、啊？刚刚三千星大概花了1500，所以1000大约500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实收500。都看就知道了。没有啊，他后台不知道怎么看啊，但我晚点研究好了。他会马上吗？应该不会吧，他是固定到固定一个时间点给你。应该固定吧，没关系啊，反正。之后再说。对啊，反正你们之前一直不是你们啊，是有很多人一直哭我说你在哪里抖呢？啊，现在有了啊，来啊！怎么有蚊子？好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不用，你们输出，你们输出，我活得很好，我还在扭，我哥跟我就像个泥鳅一样。抖棍啊！你不抖棍啊？明明就是蚯蚓。那泥鳅是什么？啊？那泥鳅是什么？那请问蚯蚓是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是说那泥鳅是什么啊？泥鳅我突然忘记了哎、欸。也不是尼姑啊，尼姑是那个、欸。小屁哦，你会遭天谴。夸张哦。对，系统很奇怪，不能直接入1000，硬要1200。对啊，它就是那种跟风之谷氪金系统那种很像啊。它有卖的一些商城币都嘛是那种50、59、54啊，加强是不是？对啊啊，就是点数都是卖50、100啊，印出个54或100亿那种东西，很贱、啊。那个应该还是增强哦，那边还有石头啊，不能爬过去，还可以撞。我没石头，我没石头。等一下，我有了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不来。我来了，一下，我开可以吗？我可以。他摔下去有猫的叫声呢。喵！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是不是代表猫自己进来了？还是我听错了？王毅平安安，林飞行泥鳅，对啊，看收集吧。了解，那以后突然想冲动的时候，可以拿星星来砸教主，可以啊。但是就是适可而止就好了。你们这东西啊，才讲适可而止。哎，你在捷克那边都会冲动吗？哎，真的是有什么干爹，不不，有什么台族就有什么干爹，你跟捷克都一样冲动。可是。雅思就没有像允月那么，允月就没像雅思这样子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时候雅思说：“你叫我吗？”这种有没有？我之前不用星星这个东西也是，我在想雅思一次会给多少，有点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是还蛮冲动的。你怎么死啦？
我也很好奇，我怎么死的？你不是很缺材料？你看起来不是很缺啊？啊，缺材料是节操啦，不是你可以。我缺的是一般的、啊。哦，那这还好，不痛不痛，乖，过来再帮你吃吃。我还不能吃惯了。不是啊，我帮你吃那个啊，你只要吃，你只要吃。我想我先吃个饭，就不用吃别的了。哦。干嘛？最近没玩蒸汽机，你的密钥不够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密钥还够啊。密钥多的是啊。客家。哦，是啦。不会啊！你可以帮我吃的。我在救人，等一下在救人。啊！我在救有需要的人。我要先顾好自己，才能顾好别人。好，你这个嘛，这个需要。好，鬼人要大，硬化要大，打消果实。还是以后我补你们都报那个报备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是不会有那种弊案啊，或是黑箱啊。就明明没有喝，你那边哭要哭说我们害我喝这么多。小心前面。不会，没关系，炸我。哎、欸，没关系。啊，我知道你歪了，你偏右边的，没关系。对了，哈哈，想飞啊。我直接打他两个棉弹，他就睡了。看来你前面晕很久了。你们应该变假了吧？没关系。那、啊、还有1989。强制欺负我们呢？我周围有多少人转到 FB 啦、啊？就只有我，我一个孤军奋战到这边来，所以其实我压力也很大。他们都在看你的情况，观望要不要过来？没有啦，我有问他们啊，他们说再看看吧之类的。啊，你看就是观望啊。之前是我想说等他们 NONO 稳定下来再过去，就被。啊！结果那时候 NONO 好像开始就是有转型，不需要太多人，应该说需要都是露脸的，但是我就是不太想露脸，因为露脸我会真的很不自在。会在撞死。好。现好你来。啊，现在就是 NONO 他们把哈基他们解约之后。我有问啊，他们说他有 po 文说再看看啊，不是 po 文啊，反正就是说再看看 FB 那边有没有自己来找他。哎、欸，起面组。啊，他们没有倒。刚倒啦、啊，他倒了之后出现的。哦，马上啊，可是哦，好。因为他是被撞墙倒的。